三清山，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，世界自然遗产，世界地质公园。三清山的三大看点：看山、看松、看云雾，景色完全可以比肩黄山。上山有外双溪和金沙两条索道，乘坐索道到达山腰，沿着栈道边走边玩。三清山有十大园区，最推荐的是南清园、西海岸、阳光海岸。如果时间宽裕、体力好，也可以去三清宫。早晨上山，一般的人走完前面三个园区，下山也要四五点钟了。三清山云雾缭绕的时候最美，山石隐现，水汽氤氲，如水墨画一般。置身其中，我们才会明白，中国山水画哪里是写意，根本就是写实。好，关注游时代，玩个明白。